好，下一只，这一只好像有讲说要先帮它洗熟练样子。绿色洗全子啊，可以先洗。洗完我们再来点东西，它这样会多一次伤害。没有死，还是要洗。紫色只有 5% 啊，所以这个不好洗。有一色了，好，剩两个，剩两个。那有一色，这个才会加上去是吗？对，有一色你才会多伤害。像后期顶客他们机体都差不多的情况下，这就是可以弥补伤害，就是伤害会差一点点，在这边，这边会有差距。有的人是洗加二啦，不洗一色。其实一色比较难洗。哦，有一色了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哇，最后一个最硬，有了哦，还好，钻石还有剩，还可以点东西，这样算好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很像啊，对对对，这很好了，最后两发蛮顺，前面我其实蛮紧张，来喽，新的一轮战争要开始了，一、二、爆了，我们就来点吧。好，来点。哦，究竟我们的女武神七七能不能够拿到加三金武呢？拜托，加三！看我们今天可以出几把。刚刚那个法师的魔杖已经让我心脏紧缩一下，现在没有刚刚那么紧张了。还好吧？其实你点习惯，不过就这样。谁会点习惯啊？谁会把金武点习惯？哇，这是一个兴趣。你如果连这个点久，你也会成为金武点装大师。没有人比跟你目前都会点，全台服应该就我们两个人金武点最多了，很可怕、啊。那我要点喽，来，没了，没了。这一支有上层装要点吗？有。先看一下装备有什么。我一张也是加七，内衣没有英雄。一样剧本，金武爆了，然后上英雄。这个剧本有点扯。但是我不要让大家看那个内衣。为什么？大家一定会在那边说什么？到时候说什么爆了爆了。可七七这样没内衣穿呢、欸？他加八有穿跟没穿一样。也是的。12%而已。我上次怎么点？你刚刚就是买了大概300多箱，全部换加五，然后把它全部点爆，就上这个。你要垫一下吗？那不用垫，直上。也是可以啊。相信你的直觉，有时候你的直觉蛮灵的。我觉得你的直觉有时候准到让我都怕了。我只是觉得说，那你觉得这样点比较好，你可以测试一次，然后让大家看，大家就会觉得你方法说定真的很好。不然只是说，然后没有做，这样大家也会觉得很难去理解你的想法。反正各种流派都有人玩，找出最适合你的流派跟玩法。那不会。吃过一次过吗？我靠！干你的直觉！为什么我的内衣没有加八 ？Oh my god！ 连续三件加九内衣就在我眼前发生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靠直觉点，又有人会说：“那为什么要算数呢？”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用直觉点就好？那我觉得直觉这种东西都是先天具备的。不是每次直觉都能那么准，然后当然我觉得我真的比人家好一点，真的省蛮多钱。啊，七七你应该开心啦、啊、你的内衣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再也不用穿这种不边的内衣了。不，笨蛋讲，我穿的加七的，你不能这样讲。哦，你穿夜市的、啊。我穿的是夜市内衣，299。你这一次三个账号上英雄内衣，蛮猛的。是吗？昨天一只，今天两只。哦，我都忘记了。对。哦，终于有了，好累哦，这个，再来哦，来吧，这个如果你直上加七啊，你怎样？就去确认版，好弱、哦，干你很弱哎，好弱、哦，我跟你照刚刚经我逻辑，第三次点，加五蛮简单的、啊，40%应该是可以的，来喽、哦，来吧，刚刚可以上去，来，上加七，那没有我就知道。没了，没关系，有英雄了，有英雄赚了，你至少不是穿夜市货了，你算是专柜的。好，下一支，我们进入第四支，下一支换彼岸。
我们即将进入今晚的压轴尾声，这个账号是有加三金五的。那我们应该是会送加三金五进去啊，因为它是刻印的嘛，理论上是要送它进去、啊。把这个无刻印的先放着。来了，我的金钻师又来了。这个也是33%吗？对，这33%。好，老板要点了，三爆点了，来喽！哇，加五金五，第三把加五要来了，我点喽，来吧，来吧，干没有啊？干没有啊？可惜，没有啊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身上有一把可以用，先装这一把。金五爆了，还是有金五。他的饰品这个也是八、欸，好多夜市货。这边还有一个八，这边还有一个八，那、啊、你可以直接直上。12%哎、欸，那你刚才12%直上啊？你的直觉12%还是上？试试看啊。没有。一样的节奏吗？海底捞月。哦，不是海底捞啊，加九。让我们看一下第四件加九内衣。你这样压力很大、欸。我压力才大吧？我加七啊，我压力才大。要点哦。来吧。没有了啦。我平衡了，我的心里面终于平衡了。哦。那就没了。没了啊，最后一只。最重要的那一只要来了，你们期待的高潮要来了，加九金五，我们前面的种种都无所谓，我们即将进入今晚最硬的一只。好，我们这边要慢慢点了，这把加七的比较不一样。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几率啊，加七金五也是33.38%，准备好了吗？要开始咯，开始。再一次，十一，靠给我，来，十一了，加八金五，聊天室一波八，八好不吉利，刷金色的，加八金五了，我心跳好快啊，你还要再过一关，我过了，那这个我加九的话超屌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们要超越韩国，全世界唯一一把，那如果没有过？就下次再 TJ， 我们再点下次 TJ。好，那我要点喽，来吧，干干 ！Oh my god！ 加七金五送进粉场了，我们来看多少粉末，186000。哎呀，可惜十一爆哎、欸，已经压很多哎、欸。加七金五送入粉场。哎，林枪商城视频有点过吗？还没有，都还没点，都还没点，是不是？内衣还没有英雄，到这一点了。你不点了？不用点了，就凭感觉、哦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来来来，太可惜。这次应该没什么特别要搞的。我们今天还有什么 KPI 吗？没有，我想说把这弄弄，就拼拼运气。是没差，因为加七本来就是要送。我不送他，我也就是放在那，没有就等下次输的时候再点一次。原本是想要拼无刻印加九，现在就变成刻印加九，加七放在那边就永远都加七了，不会变加九。我们今天要做就是要创造加九，而不是要留着加七。我其实真的觉得 M 比 W 更花钱，我个人认为，因为我其实在 W 做一些东西其实都蛮好，虽然 A 也是蛮好。W 的 B 率其实没有到那么低啊，它除了做紫色的之外，它都是固定10%。以一个账号的几率来说 ，M 有时候的几率有点太夸张。最近我觉得玩 W 蛮有趣的。应该说 ，M 目前撇除战局之外的东西 ，NC 跟台版都还没有出很新的系统或很新的东西让他们客长去玩。而 W 虽然很坑钱，可是他们就是一直不断推出新的一些鸟系统出来。让课长有东西可以去摸索，坦白就这样子，他想制作也没东西可以制作，就觉得说在 N 花钱，那很强，然后就没，我
不太像那个游戏的玩，它游戏完整性的体验并没有达到那么高。